宝的朱顶红一样的不哇塞了，寄给咱了，咱继续挑战。兔宝们寄什么花，就帮他救活什么花。关于寄养呢，是免费的。哎呦，养死不赔啊，快递费自己出啊。这花友还给送了礼物，你竟这样！哎呦，张一元还名牌啊，这个茶叶老贵了。谢谢兔宝啊，礼物不在多少，心意心领了哈。本视频无不良引导哈，就是花友们的一片心意啊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然后给我写了一封情书。老花医你好，看你视频快2年了，受益颇多，坐标北京，现在能养好杜鹃和栀子花了，太牛了。经历了2轮40度以上的高温，栀子花依然很茂盛，说明你的大水大肥大太阳非常有效。现在有朱顶红的带丝，半年前种下去的，不发根长得也不好，现在用沙子发根，期间长了3个花箭，第一个枯了，然后改水发根，结果还发了一条根，又摘回去，你就是太倒腾它了。现在躺平给你看了也不灵。哎呦，我看看啊，我先简单的解剖一下看一看啊。其实这个皮没有必要扒，因为我刚才摸在这里软了，我是要扒开看看有没有烂，明白吗，臭包？所以说我就扒了，你们不要闲着没事就扒它哈，没有必要的。哦，这个没烂啊，感觉有点瘪了，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的嘎瘪。刚才这里软的这个地方，我想看看撕开了哈，我就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问题不大，撕破了没事啊。其实你种朱顶红是咋回事呢？首先你们收到的臭宝哈，你们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这个根盘去了，削一下，别削得特别狠。如果说你不削一下这个根盘，它是不爱长的。这个叶子不要动它，现在是极度的缺水啊。第一步是选盆，一定要排水透气，没有氧气是不长根的，大自然界最好的生根剂就是氧气，一定要选择透气的。然后呢就是土了，我刚才说你是假粉丝，你要用老花医的土，这个生根率能达到100%啊，前提条件是你把根盘稍微处理处理啊，臭宝。下面呢垫入一部分底土，不要埋得太深了哈，就这样感觉，看到没，把这个种球放下去，不要埋得很深，埋太深了就不行了。现在天气热，朱顶红好养得很啊，埋露出来至少要1/3啊，至少要1/3。好了，关键步骤啊，关键步骤划重点，适当的用一丢丢的杀菌药，因为咱用的比较多哈，我用的是这个大黄药，一罐子有250克，能兑500多斤水，这个便宜啊，实惠啊，好用啊。有的臭宝说嫌那个恶梅灵贵，那有那个小瓶的才9.9块，30克的那个便宜，就这个。有这种小瓶的才9.9块，你们养花少的都可以用一些，稍微往这个里面加一点点，加个1-2克就够了，就大概这么些。这个是杀菌的，防止它烂，你不烂会是不是？你像这个臭宝的这个朱顶红就是开过3枝花箭，大量的缺肥啊，用点这个会完的生根液，加点这个，配点这个生根液，这个不是激素，它是营养，给它供给一些营养，又不烧花，加水啊，搅拌均匀啊，之后呢就浇水了。浇水一定要给它浇的透透的，这一遍水。如果说浇不透的醋宝呢，你可以类似于找个那种托盘之类的，一定要给它浇的水透透的哈。光照可以给，别暴晒就 OK 了，千万别暴晒。如果说在夏季高温哈，你们会很容易出现浇水浇不透的情况，你可以像我这样找个这种水桶。找个这种水桶之后呢，咱们给它整个的丢进去泡起来，好吧？同时呢，你也可以往水桶里面加一些个肥料啊，或者是一些你想用的药啊，都可以。这种浸泡起来呢，它会把水给浇透，要不然容易浇不透水。你们浇水的时候养朱顶红，尽量的别往这个心里浇，别这样往心里浇。如果说往心里浇，时间长了容易烂，好吧？老花医，你这不是你在这该给你往心里浇呢？我在这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，你们记住就行了。兔宝，我为啥说你是个假粉丝啊？你要用老花医的土，这根早长成这样了，这叶子早长成这样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我说你这个臭宝是个假粉丝呢。还有你看我这个，我种了好多朱顶红呢，自己养了好多些，看长得多壮，下回你就知道了。你们养种球的臭宝，你可以用一下老花医的土，你就明白了，会
为你的种球带来惊喜，花小钱办大事哈。嗯，他这个几天就恢复过来了，别的没啥。好了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啊，其他养护问题呢可以视频上留言，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拜了臭宝。嗨嘿嘿嘿嘿。